下班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什么时候上的我车呀？我刚上了，外边太冷了，进来暖和暖和。啊，那你要暖和多久啊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这都下班了，你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不刚约上前台小姐姐吗？一会儿上她家吃饭。啊，等会儿接个电话。啊。喂。啊，妈妈，我不冷，我真不冷。我男朋友一会儿过来接我。男朋友？哪儿呢？这不是怕他担心吗？我没有男朋友。啊，那这样吧，今天确实挺冷的，要不然我送你回去。你看你穿这么少，不然着凉了。谢谢你啊，你真好。啊，没事，那走了。到了，上楼吧。走吧，跟我上去吧。不是，我上去干嘛？你不上去一会儿不会发现我吗？那个，我就跟你待一会儿啊，有啥事儿呢？一会儿可不行，你得在我家住，要不然露馅了。不是，这不行啊。求你了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要不然全穿帮了，我妈妈会担心我的。那个，就一宿啊。好。